所以在台上讲得很自在，发挥得很正常，那都是过去生中都是讲经的法师。墨学呢，自从去年佛学讲座3月份佛学讲座结束之后，就没有继续练讲了。一年之后，现在是在接着在上台，因为从去年3月份法会结束之后，墨学呢就想啊，把一些经典读出来，就做成这个有声书，然后有这个字幕，也配上这个声音，这样让大家看读就很方便。所以呢，就基本上停了一年。没有上台念讲，所以墨学26号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呢，心里还蛮紧张的，怕自己呢，哎呀，一年都没有上台了，不晓得上台之后啊，这个舌头会不会打结，会不会紧张？所以呢，在下面拜的时候啊，请佛力加持，请佛力加持。好在呢，佛力啊真的有加持，所以呢，在台上啊不会紧张。那么大家呢也非常给面子，那么都来呀，在这里呢指导默学啊习讲，所以默学呢非常感谢诸佛菩萨，也感谢诸位大德。这个讲经呢，师父上人常说啊，发心学讲经的法师，一个礼拜至少要讲3次。最起码要讲3次，这个口要常常练的，就像古人嘛唱戏，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，上台呢常常上台，就会把自己的境界啊逐步逐步提高。那墨学呢现在正在录这个《安世全书》的有声书，《安世全书》是很厚的一个本子，那么把这个本子呢录完之后，接着再录这个感应篇汇编。因为他说都是文言文，所以读起来呢就比较绕口，不太容易。光是这个《安世全书》啊，查字典查那个生字，从头查到尾，墨学就花了2、3个月的时间。所以录一部有声书真的是不容易的，有时候这一句话墨学要念上个7、8遍，念得肚子都快没气了。所以每次在录之前呢，也是求佛力加持，请十方诸佛菩萨、龙天善神、往生堂上众等神灵加持，希望今天录音呢，录得比较顺利。那么估计啊，这个《安世全书》呢，还要录2个多月才能够把它录完，现在已经录了1/3了，如果很顺利的话呢，4月底就可以把它完成。那接着呢，就再用。将近8个月的时间，把这个感应篇汇编把它读出来，这样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以后呢，明年开始，就每个礼拜呢还是要上台练讲几次。那墨学呢觉得这个做有声书啊非常好，有声书呢真的是做到自利，也可以帮助别人。看着这些古书啊，哎呀。尤其是看那些公案、那些例子啊，感受非常深。觉得古人为什么能够转变境界，是因为他真正听圣人的教诲。所以，我们作为佛门弟子，一定要认真的修学佛法，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弟子。我们现在要知道呢，这个弟子有好几种啊。名字位的、观行位的、相似位的、分正位的，还有呢，圆正的。我们是哪一个地位的弟子呢？至少大家要做到观行位。光是名字位的弟子那不行了。名字位弟子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冒牌的、假的、有名无实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呢。把师父上人所提倡的那5科给做到，三福、三学、六度、六合、10大愿望，这五科啊，要全都落实到生活当中啊。
底下这个弥勒佛就讲了，今得直佛啊，复闻无量寿身。佛常常提醒我们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得人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您看一看周边的人，有哪一个人认真持五戒的？有哪一个人真的是做到了十善的？如果他做不到，他来生能不能够得到人生呢？得不到人生，最起码要得到六十分，他才能够得到人生。可是在人道有很多是人，但是他那个人生好不好啊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六根残缺，他这个身体啊有各种的病症。像我们听说有一个小孩呀、啊，跟平常人不一样，平常我们人呢是两只手两只脚，他不是的，那个小女孩呢四只手四只脚，有图片在网络上，这个正不正常啊？这个就不正常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这不都是自己前世造的因吗？所以说我们大家呢，这个五戒十善呢一定要做得非常扎实。在这之前，那弟子规必须要做到，弟子规是五戒十善的真正落实，是落实到生活里面细节之处，维系之处。那1080个字是纲要，其实每三个字啊，我们要是细讲的话呢，那都可以讲很长时间了，那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。现在世界各地呢，很多道场都在学习这个弟子规，非常好。希望我们出家在家四众同修啊，共同发心来学习，互相研讨，互相的呢切磋，互相提醒对方，这样子呢我们才会有进步啊。一个人能不能够成就四种缘非常重要，老师、同参道友、好的修学环境，这是讲外面的缘了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我们自己本身，看我们自己啊有没有那个善根福德，看我愿不愿意去学、啊、那假如说我们自己本身呢稍微差一点，可是外面的缘好，有好老师，有好的同参，有好的修学环境，那我们纵然是差一点点，可是有外面缘呢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久而久之就回头了。以前呢常常造作恶业，现在呢知道啊再也不敢造作恶业了。在《安世全书》里面就记载一个真实的例子，有一个年轻人，这个读书人，他们那个村子里面呢有一条狗，哇，这个狗很凶啊，常常会咬人。他呢就想一个办法，他想教训教训这条狗。他怎么教训他？他是不是打他呢？不是的，他把那条狗啊引到一个巷子里面去，是一个死巷子，然后呢再把那个巷子啊出口封起来，